浅浅看一下，这是谁？这是秦雯的化妆。化妆，什么？没有接头，戴的假发。然后时间，我说了我不会接头发的，心疼羽毛，没法接头发。我要给自己整个大烟熏，今天就是说自己整个大烟熏，补个妆。现在谢谢杰克哈的吹泡泡，因为我妆已经没有了，就是要给自己整个大烟熏。好家伙，再来点！因为看上去就很没有气色，今天整个人状态很没有气色，不行了，我要不行了，你们知道？感觉不行了，看。这样是不是有气色很多？现在樱花豆腐好好吃了，樱花。我要让自己气色一番。这是清文的，这个盒子，这不是，这是谁的生日应援物吧？对，这是肥子的衣服。穿的肥子的漂亮裙子。哎呦，这是谁的化妆包呀？这是清雯的化妆包吧？怎么还有人民币呢？浅浅的啊，刚进来的时候绝美，那我现在是不美了吗？原来只是刚进来看到的第一眼觉得好看。是累了吗？我刚翻了个牌，差不多几乎人清醒了，并且，本来不打算直播了的，后面人清醒了，并且肥子不是在我屋在直播吗？就播着吧，反正，这样不想整了。谢谢阿姨的荧光棒，反正他在我那儿播我也睡不了。对，是，确实是裙子哈，我收敛一下。真是的，就不应该穿裙子，真不习惯穿裙子，好吗？调整一下坐姿，谢谢韩家乐的天花乱坠，谢谢你的梦幻海洋。没有衣服穿，没有新衣服穿，忘记买衣服了，就买了一些日用品。陷入实验室，荧光海也不是，618买的了，
介入实验室蹦迪，怎么声音还这么沙哑？大概刚刚有点小过敏性鼻炎犯了，所以就开始有一点点小小的鼻音。谢谢耳东明的荧光海。这是假发，谢谢翡翠的荧光海，谢谢，野玫瑰花，这是假的头发，假发，谢谢彩虹，谢谢一份炸薯条的荧光海，这不是我今天穿的主要衣服，谢谢流量牛奶。谢谢易呀的荧光海，谢谢玫瑰花，就是回来才换的，对。回来看到肥子，他踹了我一，想到他踹了我一脚，我心有不甘，我就说，快搞一件衣服来给我换换，让我去直播。然后肥子就搞了一件他新买的衣服，都还没穿的衣服，就给我先首次亮相了。是真的。我什么叫夸大其词？我怎么夸大其词了？我昨天就在这个沙发上躺着，准备翻牌，你们知道吗？好家伙，那俩人冲进来，我不知道怎么了。现在肥子给我来了一口，然后青云说："那我也来一口。"然后肥子说："那我也要来一口。"我就说："不行，我走，好吧，我走。”走不掉。肥子咵的从那里跑过来，我在沙发上瘫着，他一膝盖跪到沙发上来，直接跪在了我这个胯骨，这个后胯骨这儿，好疼啊！是真的，你们不知道有多疼啊！我当时眼泪都汪汪的，然后这边还要来一口，那边来一口，我在这捂着我自己，然后捂着脸就跑出去了，太疼了，真的太疼了，直接跪到了我这个胯骨这儿。你想一下，站着的人直接扑过来跪在你的胯骨这儿，我撞破他们干什么了？我在这好好直播，直播了躺在沙发上准备翻牌，他们俩自己跑进来的，我都没动。你说我要是去肥子房间干什么了？我倒还有点情有可原，我在沙发上一动不动。累伤了，是真的累伤了。我现在看他还没有清，但是他一碰就疼。我觉得要等2天才能清出来的那种，才能有淤青的状态。我知道他们俩喜欢我了，只是在找借口亲我而已。但也不要这么凶猛吧，我受伤了。真的受伤了，反抗都反抗不来，两个人一个往这边扯，一个往这边扯，绝了！喷啥药呀？不想喷药，随便吧，给他自己好吧。看我膝盖今天就青了，看见没有？今天刚青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整青的。好像今天确实是磕了一下，但是不知道磕的哪儿。后面就眼看着变，它就青了起来，现在变紫了。怎么可能是这？这是今天一个小磕碰，这才是大伤。今天都还没有清出来的大伤，等它慢慢变清的时候，估计都得变紫。
他现在是内伤，还没显现出来，太疼了。就是这一块，它虽然青了，但是我这么揉，它还行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就是小伤。这一块，我现在就碰到它就疼，真的就碰到它就疼。我今天早上穿衣服都疼。你们敢信？真的很严重，我真的穿衣服都疼，本来我都忘记这件事情了。我穿衣服的时候，哎啊，这怎么这么疼？然后看了半天也没青也没紫的，然后想了半天怎么了？好家伙，昨天肥子给我踢了一下，他不是踢，他是用膝盖肘子，用膝盖给我磕了一下。终究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啊，膝盖还是腰还是扛不过膝盖。我要等2天走不了路了，我要肥子扛我。总结出人生经验，那可不，人生经验不都是人经验出来的才会有这些人生经验吗？这我不就经历到了吗？是吧？真真切切的经历到了，很沉重，真的是多么痛的领悟，我不想再经历好吗？这飞来横祸还横祸，谢谢巧克力。我没有，可不要这样说我啥也没干，好吗？我啥也没干，我老老实实要翻牌。我不知道昨天被清了几颗。就这俩人刚上了，你一口我一口，你一口我一口，你一口我一口，当仁不让。谢谢荧光宝。就是谁也不能比谁少一口，然后我就跑了。哼，怎么可以亲这么多口？因为他们俩在用爱给我发电，给我发受伤了。他们俩估计看我躺沙发上没有，就是。很没有电力的样子，就是感觉需要补充一下能量的样子，好吧？然后感觉我需要充电了，没电了，没电了，电量不足。就是说躺在沙发上，本来准备翻牌的都有点翻不动了，电量不足，他们俩看不下去了，开始给我发电了。好家伙，给我发的这个牌都翻没没，本来只是在犹豫准备翻牌，这个他们俩这个电一发，我这个牌翻不下去了，受到惊吓了，没法翻了。这个电发到外太空去了。谢谢桃花岛岩树之友玩偶屋，今天哪也没去。今天我感觉像是一个游魂在外飘荡。谢谢耳东明的蹦迪。什么翻牌？明天不会过期的，不用急。什么意思？我今天在车上，我还在想，我在想为什么会这么困，好像很久没有这么困过了。
然后想了好久才发现，这真的就是我这2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坐车。哇，这个熟悉的味道，在车上真的不睡觉太可惜了。但是我没睡，我硬扛住了。我在心里还在祈祷，我说我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睡觉，睡到天昏地暗，睡到不知道今夕是何年，睡到明天早上都，睡到后天早上都行，就是随便睡多久，只要能让我睡，我就很快乐。睡到，对，睡到不知道，为啥不在车上睡？因为车上睡了要起来下车更难受。并且我怕我睡了之后起来下车之后，然后一清醒，好家伙，晚上睡不着了。毕竟我一清醒就要清醒老半天。为了美美的见你们，我刚刚补了个口红，补了个妆，画了个眼影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很用心啊？我都困成这样了，我都开始讲胡话了。有人？韩家乐。哎，你在直播吗？对。怎么啦？没事，我本来想借一下房间，我咋的？啊啊啊！小树，我们房间有没有人啊？我们房间有人，肥子在里面直播呢。我前面翻的6月1号的翻牌，有可能都是人，有可能都在说胡话，我都不知道我翻了些什么东西。但是大概逻辑还是正常的逻辑，还是通顺的。就是说，但是有可能偶尔会就是脑袋宕机，然后你们需要自己思考一下，好吧？是的，感觉小树刚刚有可能是不是准备过来直播或者是电台的？或者是翻牌，结果发现每个屋子都有人，看来大家都很需要私人空间。谢谢荧光棒，还能送 Gold 的荧光棒呢？没有啊，我在干嘛？我在给这个纸巾画点点。为什么画点点？就是强迫症犯了，你知道吧？强迫症犯了，就是想把这一排的点点都画完。等等，等我画完好吗？我这个人一心不能二用，你看我一边画点点，都还在一边和你们聊天，这是无意识操作了。无意识操作了，就是看到这个。就是有的纸巾不是会有一排压痕嘛，然后你就想把那个压，就刚好手上拿着笔了，然后手欠也停不下来，就想把这个压痕用这个笔把它填满。好好笑，因为这张纸是昨天放在这里的，昨天，对，我刚刚
昨天这上面我写了那个什么来着，写了那个名字，我刚刚把它涂掉了，你看，就是这种压痕，看见吗？这种压痕，上面的这排压痕，我把下面这排的压痕把它涂满了，就是说手欠吧，欠。谢谢巧克力。涂答题卡，对。谢谢那紫荧光海，谢谢巧克力，哼，谢谢珍珠贝，有点像要学习时候的我，什么意思啊？谢谢天后，最后的 J 送的荧光海。除了学习啥都想干，我现在，那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那我是什么意思？他说我现在有点像他之前搞学习的时候，除了学习啥都想干。我现在是什么？你的意思是除了干嘛？我除了睡觉什么都想干是吗？他说和我一样嘛，所以我在问是什么意思。你的那我是除了什么都想干。没有，是哪家店好？是我在网上买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让我问肥子这家店是哪家店？就是以后你的意思就是以后让我都去那家店买衣服是吗？买裙子是吗？我今天看起来有点懵哦，我哪天看起来也不懵，真是的。什么叫卢天慧的衣服都很适合我？我也没有穿过几件卢天慧的衣服吧？那你们还说陈倩兰的衣服都很适合我呢？总的来说就是我，别人的衣服都很适合我，我自己的衣服就不适合我自己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有，我自己也没有怎么买衣服。还是陈倩兰的合适，到底是陈倩兰的合适还是卢天慧的合适？被我听出来，我是个傻子吗？我这都听不出来。真的是，趁着618多买几件，618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活动该给的都给了。我自己也有衣服的好吗？什么老刘来洗衣服？那是亲吻。哼，我知道才7号，但618的活动什么的，不就从5月多5月底就开始做了吗？现在都做过一波了，啊，才第一轮结束，好吧。那他还有多少轮？今天好漂亮，都拍点自拍，不能再拍了。下播了就去卸妆睡觉了，拍不了了，拍不了了。但是我怕我下播了，卸个妆，洗个澡，好家伙，人精神了。嗯，谢谢温蒂的21个巧克力。嗯，因为本来今天我前面回来就准备直接洗澡的，然后后面一进去，我的天呐，卢天慧那个叫什么歌有老婆给我唱精神了，并且我本来是准备摊在沙发上翻翻牌，把牌翻了就去洗澡，这一下给我唱精神了，然后就开始来这边翻牌，
翻完之后呢，人还是很精神，然后就想说开个直播吧。这么下身容易粗，好，还好你跑了，他们唱的好可怕。谢谢，然后一路向北的荧光海，怎么了？怎么可怕了？我觉得肥子这个唱法非常不错呀，唱的多好呀，是吧？独具一格，别具一格，独有一番风味。他平时唱歌也不这样啊，是吧？他平时唱歌也不这样，他好好唱歌的时候也很好听啊。但是点这歌就这么唱，你非要点就得这么唱。对啊，肥子故意的，肥子唱歌就是故意的。感觉他一般点歌，他唱的都是这种风格，就是唱的你喜欢我也喜欢的风格，对。就唱的粉丝看了，哎，我也很喜欢啊，唱的不错，好好笑。然后我自己，确实也唱的很喜欢。对啊，菲菲是口袋 KTV 好多歌的歌王，对啊，因为他随便唱啊，无所谓啊，唱的很开心就行了。对啊，我说了，肥子可以唱好的，肥子唱歌好听的，但他这个唱法，点歌这个唱法也没有问题啊。谢谢韩家乐的天花乱坠，我觉得他这个唱法我很喜欢，我以后也这样唱。谢每日一乐的荧光海，是啊，我唱的也好听的，他唱的也好听的，但是他直播就是这样唱的，是吧？他唱歌也好听的，我唱歌也好听的，我知道我唱歌也好听的。谢谢，然后一路向北的荧光海，然后没人点歌了，没人点歌挺好的呀。因为这个点歌吧，说实话，你们就是问题有点，就是争议性有点大。点歌这个问题争议性有点大。以前点歌经常点歌的时候，每次在唱歌的时候，老有一些人觉得，哎呀，为什么每次进来韩姐都在唱歌呀？能不能好好聊聊天啊？然后现在我唱的比较少了吧，因为毕竟很多歌确实不会唱。确实不会唱。然后我唱歌比较少了吧，好好聊天了吧？说怎么每次点的歌都不唱了呀？是不是膨胀了呀？然后有点小情绪哦。就是说，好人坏人你们都会做，好人都是你们做了呗。谢谢，然后一路向北的蹦迪。坏人我来做啊。我就是坏人，谢 谢好热的巧克力。我就是坏人，我就想当坏人，怎么了？我就是坏人，我就是坏人。当坏人多开心呀！谢谢柑橘批发。坏蛋是怎么炼成的？就是这么炼成的。美丽又迷人的反派还是不太喜欢，但是确实有点像我哈。我是不是在抖腿？我没有在抖腿，我只是在摇晃。身为一个坏人的摇晃，谢谢我很忙没空的蹦迪，看看，看什么？别晃了，给你晃晕了，晃晕多好，让体验一下就是在家里有坐车的眩晕感。
吓我一跳，这个门开的。我现在不晕了，我清醒了。干嘛？哇，是什么意思？我被百姓的歌声吓退了。还有卢天慧，他们俩合唱的。我要在这儿避难。好。你待会儿被我的歌声吓退。没事。啊！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怎么突然就没事了？这样整得我很害羞哎。你唱。我不唱。我不张嘴的，我不唱歌的，我从来不唱歌的。刚刚我粉丝还说我不唱歌呢，他们天天说我不唱歌。谁说的？啊！没有人说吗？那我看错了。谁说脏你们了？我干嘛要脏你们啊？大家都是一起脏好吗？大家一起脏好吗？不然为什么叫垃圾？你脏我脏大家脏，要脏一起脏，都是统一战线的，就是我们都是自己人。是呀，哎，你看，我都不唱歌，走的多少？啊，我怕我在这里会害羞。没有了，真不唱歌，我真不唱歌，没事。唱嘛。我真不唱歌，没有。我真的不唱，哎，好家伙，人真走了，哎，我真不唱歌，我真的是，我不想唱。真的是，只能说我气场太强了，好吗？谢十一自己的过山车，气场太长了，佐佐给我吓走了，佐佐哥哥怕我吵起来，佐佐哥说，喊进来再说，是不是准备吵架了？快溜！嗯，但不过说实话，我今天真的被渴到了，我今天超级无敌渴，一起眩晕一下。我今天超级无敌渴，给我渴的不行了。我到今天晚上吃晚饭才能喝，还喝上一口水。就是说下午整个人在飘，为什么呢？第一是没喝水，第二是没吃东西，然后又没睡好，就感觉整个人就在那飘，一根线把我拽着的，你知道吧？不拽着我都不知道飘哪去了。忘记买水了。然后又不想动，然后就在那渴。并且没有碰到便利店。有可乐喝不想喝。居然能忍住渴，就是好懒一只金牛。我都这样的，我能出门已经很不错了，这不是懒不懒的问题了，我这是凭意志力出的门，你知道吗？就全靠一口气给我撑出门的。我真的我都这样了，都能出去已经很不错了。谢谢谢谢 MERCURY 的权杖，嘻嘻。嗯，确实今天还挺热的。加勒爸爸是什么东西？谢谢成秋的彩虹，谢谢玫瑰花。一站，你们最近都就是说，都已经补档到那儿了是吗？谁给我挖出来的？我当然有印象啊，那首歌不好看吗？不好玩吗？多好玩啊！
对啊，我早期叫家乐爸爸，你们不知道吧？早期我的粉丝都叫我家乐爸爸。谢谢荧光棒。嗯，真的，真叫我家乐爸爸。为什么？就因为这首歌啊，打 call 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家乐爸爸。嗯，真的是真的是真的。谢谢谢谢玫瑰花，那是最早的时候了。最早的时候了，很早很早很早，最开始的时候了。然后打扣扣到我这儿就是加了爸爸。我不忽悠你们新粉，哎呀，有什么好忽悠的嘛？这件事情又不是没有发生过，我干嘛骗你们呀？我这个人从来不骗人。当然是 SHY 的时候了，加乐爸爸这个词，那会我才出道多久呀？出道一两个月吧。你也不信？那你们不够老，你们再老一点，那会儿你们还不在呢。就是因为这首歌的那两天，就那段时间那一两个月吧。你够老吗？你老啊，你有印象吗？刷到你第一次直播不知道啥是皇冠。我第一次直播不知道皇冠是什么吗？我第一次直播不知道皇冠是什么。好丢人啊，我竟然不知道皇冠是什么。好丢人啊，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荧光棒，我刚看到荧光棒了，我只知道荧光棒是什么。谢谢 XIC 的皇冠比心。啊，知道皇冠是什么了。啊，皇冠太好看了，我好喜欢这个颜色，金灿灿的，闪闪发光，太适合戴在我的头上了。真的太适合了，谢谢 Empower 的皇冠，你看它中间多亮那一颗，是吧？太适合我了，快戴上。记得发电是什么？什么是发电？我怎么叫记得呢？我当然不知道。谢谢詹乐包的皇冠，戴上，看我今天长发多适合戴皇冠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是不是很漂亮？发电是发电厂的那个发电机吗？我好像没见过，但是我听过它的声音，轰轰轰的那种。谢谢那只蜜柑的皇冠，我就又来了。比心比心比心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刚刚前面大家所有的皇冠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小新的蜡笔送的皇冠，你看我又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今天这个衣服和这个头发不适合吗？非常长的头发，漂亮。哎呀，哇！谢谢 P 一，原来这个就是用爱发电。哦，果然诚不欺我，这个用爱发电就是用爱发的，丢进去了好多爱心呀、啊，朋友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刚刚丢进去了多少颗爱心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谢谢 PE 的发电，我的天哪！哇，感动死我了，这得多有爱心才能发这么一个电呀！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求求我了，你求求我干嘛？把你尬卡住了。
那又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只能说你自己网不好。别来尬的，今天早点睡。我哪里来尬的了？再说了，这和早点睡有什么关系？我想下播不就下播了吗？他们怕我被绑架。啊，今天不接绑架业务哈。今天这么美，还不送礼物都插出去了。捧个人场，好的，你人到就好。半个小时前不是这么说的，什么意思？谢谢小周荧光棒，谢谢栗子奶茶。长发能不能留着？啊，他就是个假发片了，就是说，好吧，谢谢冰淇淋。谢谢荧光棒，这隔音怎么了？都绑架了还由不得你？那不行，你们绑架我可不是那么好绑的。再说了，我也可以回绑回去好吗？谢谢塞纳河的回游鱼送的荧光海，我又不是说不可以绑回去。现在还会被妈妈揍吗？我现在都见不着我妈妈，我怎么被她揍啊？今天不是不接绑架业务了吗？对啊，我不绑啊。真的是都见不着人了，他怎么揍我呀？千里挨揍，我千里去找揍是吗？今天不绑架存圣杯之牛，感觉我越来越精神了。那可不，我为什么会精神？我怎么能不精神呢？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，人只是想单纯的涂这个点点，现在涂完了，我人当然精神了。我干完我自己的事情了，我当然精神了。我可是一个，好吧。哎，谢谢韩家乐天花暖字瑞送的夜店，真是的，嗯，好吗？我有职业道德的，我再苦再累，只要直播，我都会让自己精力满满，这就是我的职业操守。我再要死要活。只要有公演，我都会在上面跳，除非有意外情况。除非有意外情况，那怎么说呢？那个意外情况是我不能控制的情况，就没办法了。我能控制的情况下，我都在；我不能控制的情况下，就没有办法。我一个辽宁人，谢谢十一 Z 的高级马卡龙。哎，就是说吧，期待我在辽宁有房的那一天啦。这是马卡龙，我刚刚不说的不是马卡龙，我刚刚不是说的马卡龙吗？我刚刚不是说的高级马卡龙吗？我刚说的什么？谢谢十一自己的玩偶屋。这是玩偶屋。啊，让我长见识啊！啊，谢谢，哎，谢谢十一自己，我终于看到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一眼忍下。有点没反应过来，不是的，因为刚刚有人说我身为一个辽宁人，让我有一点点就是说
小小的生气，气得你手抖，气得我忘记了啊，气得我忘记了我在干什么了，知道吧？谢谢十一 Z 的吹泡泡，不用你讲了，我看到上面有字了，吹泡泡。你可以少打点字，我在见世面，你看这个泡泡里面的世界都是多么的漂亮呀，是吧？都比我现在见的世界漂亮多了。谢谢十一 Z 的戴安娜的零食，你看这个小猫咪这个布偶的眼睛有多么的蓝，像海一样的蓝。他的眼睛里装着星辰大海，然后他戴的皇冠也是一颗蓝宝石，啊，蓝色再适合我不过了，我真的非常的适合蓝色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十一 Z 的生日蛋糕，哇塞，今天竟然还过了一个生日，我真是太感恩了。过生日的时候都没见着这个东西，你看它上面打的 happy 的英文了没有？就是在说我呀，就说我呀，就说我呀，这就是我的本命礼物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哎，虽然蓝色也非常的适合我，适合我。但这个生日蛋糕也是非常的适合我，它飘的气球都是 happy 好吗？太适合了，太适合不过了。皇冠也很适合，我刚刚看到了那个皇冠金灿灿的，非常适合我今天的装备好吗？谢谢芒果咬恐龙的皇冠，你看，是不是来了？是不是来了？哎，真的很适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比心比心，什么意思？你们什么意思？自己过生日吧？啊，为什么让我自己过生日？谢谢十一 Z 的皇冠比心，啊，戴上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哇，夜蝶，哇塞，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夜蝶啊！我的天啊，我至今我只知道它在公园区里面非常的火。原来礼物就是两个蝴蝶在这里飞来飞去，就是有点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意思。你看这个白蝴蝶和这个黑蝴蝶，谢谢十一 Z 的权杖，仙女棒，我拿上我的仙女棒好吗？巴拉能量，小魔仙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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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身变，你看我今天穿的裙子也非常的砰砰砰。是吧？非常的砰砰砰！我确实变了，我怎么变了？我哪里变了？你倒是说说。我这衣服好危险！我这个衣服怎么危险了？这个衣服就是个吊带裙，怎么就为啊？确实，我穿裙子有一点不受控制啦，喜欢那个什么，就是说，对，就是说人不太适合穿小裙子。我今天不太适合穿小裙子，坐着就开始啊！我真的不行，我坐不住，坐不住，坐不住。不适合，你看我在这一直在这，就是有一点怎么坐都不舒服的感觉。能站起来看一下裙子吗？那当然不能给站起来。谢谢十一 Z 的蹦迪，我知道你现在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哎，谢谢十一 Z 的荧光海。
11G 是不是？我刚刚见过这个礼物吗？我以为我是我没见，我没我我见没见过？我以为是他怕我记忆力不太好，又给我重新来一遍，所以我开始自我怀疑了，我见没见过？我见过吗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我是真的，就是说，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啊，谢谢11G 的大饼哇，确实刚刚有点饿了，吃了这个饼呢，稍微有一点点撑，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能睡个好觉，因为毕竟吃饱了就好睡觉，吃饱了撑着就没事就睡觉，好吗？嗯，那最好是，我也希望我最好是，好吗？嗯，谢谢显白的荧光海。奶啤几？不知道呀，你不是说没有度数吗？并且我就喝尝了一下，52度奶啤怎么可能？52度奶啤那叫奶啤，那叫白酒吧？但吃了很多盘肉。都见了吧，嗯，应该是都见了吧，见没见了吧？吃不吃枇杷？吃，二小包。好，你买多久了？前两天买。哦，还有发电啊？是吗？我没见过发电。别，下次别只是出去。我没有见过发电吧？我刚刚。没有见过发电吗？有可能我在心里是，已经发过一次电了，怎么会有冻冰了？这都硬了，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是吧？都硬了，怎么会是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没事，待会擦一下就好。都是假的，那这个就是冰皮吧。我在梦里见了一次，我感觉我在梦里见了一次，非常的美好，非常的漂亮，太漂亮了，漂亮到怀疑我在做梦。哎，我把真的包的。漂亮到怀疑我在做梦，我就不敢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漂亮的东西，真是不敢相信，一个人竟然会那么的爱我，给那么多心给我，一个人就一颗心，他给了我那么多颗心，为我手机都充满了电量。还是没有10周年，10周年是什么？是我们48周年吗？它是个礼物吗？它不是礼物吧？吃枇杷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什么意思？是你们说我没见过世面的，现在又在这说我装，到底是谁在装？哦，不要点了，不要在这里给我。说东说西，我不来这套儿。怎么倒打一耙？谁翻脸不认人？能翻书吗？今天不能。今天翻脸就够了。我得接着演。你等我吃完这个枇杷好不好？你给我吃完这个，哎呀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谁突然在我吃枇杷的时候来了个皇冠。这个特效好亮眼呀，好漂亮。
没有没有，我吃枇杷，我吃枇杷，我吃枇杷，它和我枇杷一样黄，不是它和我吃的这个枇杷一样黄。怎么啦？我的枇杷不够黄？你瞧不起我的枇杷？这是青玉文的枇杷，你们瞧不起，让青玉文的果冻冲了你们。果冻？他不是你粉丝叫果冻吗？我的果冻们，好好，我的果冻们弹性很好的，很 Q 弹。果冻冲了你们。你的粉丝叫我们乐色。嗯，乐色。那你的乐色还是更牛一点。乐色怎么了？乐色多好，乐色家大业大，全世界布满世界各地，这是就是不能缺少的东西。甜不甜？这个好大、啊、什么抱不下？你自己要一个放到嘴巴里面去的。不冰吗？我包起来，我手都冰。就是因为它太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口就抱进去。哎呀，嗯，甜不甜啊？甜不甜？我还没吃，你觉得甜不甜啊？有点，我有点酸吧？不是，不酸。就是有点冰，没记得它是什么味儿了，吃进去。一口包进去太难受了。啊！你看，哇，青云太好了吧？你看，他包的，因为我想一次性就把它包完了。不要太好啊，亲哥哥。亲哥哥，我会爱上你的，亲哥哥。吃呀！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怕我一口，他们怕我一口噎死。不会的，他们怕我一口噎死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行，你们爱女人是什么意思？谁不爱女人？这是啥柠檬？不是，谢谢不乐意和听不懂的夜蝶。这是枇杷。夏天就是要吃枇杷。对，夏天就是要吃枇杷。我要吃自己剥的，因为我怕待会肥子你冲又冲过来，然后你们俩又在我面前操作一番，好吗？我昨天受伤了，不要在我拿我的脸操作了，好吗？我昨天受伤了。受很重的伤，我真的是肥子一膝盖踢中了我的胯骨。那你找他赔医药费。我没有看到，不该看的，就是冲进来就开始怼着我的脸，开始啊，我的脸上还有妆呢，我来喊都来不及就被捂嘴了。我可没这么暴力的，我来喊都来不及喊，我说我脸上有妆呢，好家伙！帮我省卸妆水了，那倒也没有，我怕他们中毒，我用手捂住我的脸了，我自己捂的我自己。啊，这个坏了耶。嗯，就不要了。那感觉这个是被冻伤了，冻。你看它下面是冰冻的嘛？
几个包，吃好。什么叫我又解乏了？嗯，还是挺甜的。这口气是它的味道。嗯，刚刚一口包的太凶了。你把它这个吃。嗯。冻伤的是啥？就是它的琵琶。我老是忘记买了个水果。我也是，我买水果基本上都忘记。所以我也不怎么吃水果。看新闻报这么大一碗，保持新鲜感，什么意思？小鹏，你们对我没有新鲜感了？谢谢 M Pala 的权杖。Pala 要问什么？我还没答应你呢，我能睡个好觉吗？这个事情不是我决定的，我也很想睡好觉，但是我一觉睡醒了就睡不着了。我希望他能，愿结果是好的。看答案之书的答案就是结果是好的。好吧，早睡才能睡好觉，不早睡也不能。我那天就12点睡的，你们忘记我几点起了吗？我3-4点钟醒的，5点钟开始在口袋房间说话，然后整个人很暴躁，就恨不得立马和你们吵架。所以你们最好在我没睡好的时候不要惹我。赶紧吃，我刚吃了东西回来的，其实人很饱。收起烧，哇，好羡慕。乐色好惨，哪里惨了？我又不是说我要找你们吵架，是你们不找我吵架，我才不会找你们吵架呢。你们找我吵架，那我为什么不和你吵？你就吵我了，我怎么不能吵你啊？我没睡好，我还不能吵你了？就是说。不惯着，我没睡好，我就是理直气壮。你别惹我。本来就睡得差，精神就不太好。没有啊，我没有说吵架，我在说寒假在干嘛，我在吃琵琶，来吗？吃吗？快来吃琵琶，肥子给你留的，我一个都没吃呢，舍不得。今晚在剥琵琶，快来吃，给你剥了满满一大碗。他说让我吃，我一个都没吃，我留给你。快来快来，我让他，你回他微信呢。哦，没看手机。你那个放手机的声音粉丝都听到了。哎，没事，不管，快吃。我不吃我不吃。是啊，我怎么成工具人了啊？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乐意成什么我就是什么，好吗？说好的甜甜怎么吃完琵琶就变脸？谁呀、啊、谁变脸了？我啊，我没有变脸啊，我哪里变脸了？我脸怎么变了？我刚刚是怎么样的吗？
我刚干什么了吗？刚刚不是要吵架，我刚刚那是因为你们现在也没有让我烦啊。怎么让我自己平白无故在这吵的？你们刚刚让我烦了，你们刚刚也没让我烦啊。就是说，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我是这样的，就比如说我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。我在说什么的时候，啊，就是说我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和我对着干嘛。我在没睡好的时候说一件事的时候，就比较容易情绪化。没睡好的时候，人说话就有可能就是有点情绪化在里面的。好家伙，你和我在这硬刚，那我不生气吗？我情绪一下就来了，好吗？我情绪一下就来了。对，我吃软不吃硬。我吃软不吃硬，你可以和我撒撒娇。好吧。记住了吧，记住了吧，可以和我撒撒娇，但是不要太娇，我忍不了，太娇我会，那不是情绪控制不住了，是拳头控制不住，是拳头控制不住，我会忍不住把你拉黑，好吗？我好难伺候。你没有让你伺候我啦，大家都是平等人，你干嘛要伺候我？我们都不都是在正常聊天吗？是吧？我们都在正常聊天，我说我的，你说你的。干嘛要伺候我？我要求太高了，我没有要求，没有要求，我才没有要求，我刚刚说什么要求了？什么飘屏提问上很帅的？水水你好不好吗？我表演一下什么叫恰到好处的撒娇。恰到好处的撒娇，那我不会。什么叫恰到好处的撒娇？你来一下。哦，谢谢十一岁的用爱发电。哇塞，长世面了。就是说要不要呀？要不要演？不演了。演不下去了，突然和前面有点太不搭了，哎，太不搭了，前面还在正常聊天呢，突然怎么就不认识了呢？我怎么忍，你们凭什么替人家忍不了了？人家说什么，你们一天天替这个替那个的，怎么到你发现就不演了？因为。凡事有个先来后到，是啊，哎，我就开始刚上线，你昨天也送，那我昨天是谁？这演一半的这俩人。哪里啊，我哪里得罪人了？我都说了，你们凭什么替 P 一不值得？ P 一说什么了吗？ P 一人家都没说什么，你们就要替他退货？你们这是一天天自我代入挺强的呀。 P 一自己都没有讲话，你们在这讲什么讲呢？好的，十一 Z， 我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你刚刚那个用爱发电，我看清楚了。虽然我没有数清楚你用了多少颗爱心为我发了这颗电，但是我非常的感动。我刚刚手机都快没电了，现在就立马充上好吗？立马续上，因为前面 P 一给大家浅浅的续了一下，就是说手机它需要热能量的，你知道吗？它需要热能量的，就是说，你们最近看《明星大侦探》了吗？
最后一期需要热能量的，如果没有人就是说手机没有感受到就是爱的能量，它就不行了。谢谢十一 Z 的珍珠杯和彩虹，我这手机高级啊，那可不，我东西都是独唯。啊不不不不，我待会儿不续电了，不续电了。不，今天。谢谢谢谢谢谢，神龙了神龙了，恭喜你恭喜你。什么叫走不完的路，就是我的套路，我有套路，我这叫什么，我这叫随机发挥，想到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从来不套路，我从来不套路，呸，我从来不套路人，你看套路这个字我都说不明白，我怎么去套路人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即兴发挥，我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我想不到什么我就什么也说不了。除了专属礼物应该全套了啊，我什么都就是说想得起来我才能说，想不起来我就说不了。这个人呢，我没有套路就是最大套路。你在冤枉我，我明明没有套路，你还在说我在套路。乐乐直播没有背景音乐很舒服，你喜欢没有背景音乐的，那你难得赶上，我以前直播都是有背景音乐的，说明这是你我有缘，知道吧，缘分就是这么来的，你刚好赶上，我就是好不容易这么直播一次没有背景音乐，你就赶上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今天一直没睡呢，我刚刚才回来，我在哪里睡？谢谢韩家乐的天花乱坠送的权杖。啥都能圆呀、啊、你是，那不我看心情的，我说了我这的想到什么是什么，我想不到我也试不出来呀、啊、对吧，就是都是即兴发挥知道吧，我的直播没有千篇一律，只有即兴发挥。今天和明天播的都不一定一样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。明天不播，谢谢半个西瓜皮的蹦迪。知道吧，我也不知道我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，所以说呢，缘分还是有一点厉害的，我每次直播的时候你们都能赶上，说明我们很有缘好吗，谢 SK 的荧光棒，不是那个叫什么、荧光海，对，那意思是什么意思，那意思是我们本来缘分很浅薄，全靠你们主动是吗，其实勿忘我方得始终的荧光海，就是说你我本无缘，全靠自己缘。谢谢HARU， 完了那个谁老给我发消息，就是说闪过去了，谢谢你的荧光棒，不是荧光海。今天是脑子追不上嘴，我也没几次脑子追上嘴过吧，毕竟我想一出是一出，我想的和我说的还不一定是一样的。
因为我脑子里也装不了什么东西，他就突然蹦出来了，我才能讲出来，并且他有可能没蹦出来，我就已经讲出来了。等我讲出来的时候，我才在想我刚刚在说什么，就是脑袋跟着嘴赶。其实是想直播的，不，万一我明天一觉睡到半夜12点呢？哎，算了，话不要说太满。就算睡到半夜12点，你们也很喜欢。我最好是，我也想，我也希望我最好是。唉，深深的叹一口气，祈祷明天睡个好觉。我有没有被安排握手呀？暂时目前没有看到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核酸安排上，你这句核酸安排上就是不想让我睡好觉了。我现在想核酸我就头疼，就是因为核酸，就是因为做这个核酸给我作息搞成这个鬼样子。本来不做核酸，我就是说昼夜颠倒我也还是能睡个好觉，中途就是这个觉不会被打断。我现在就是觉就睡不了完整的觉，要不就睡两三个小时，起来了就睡不着了。再睡不好就去医院，不想去医院，感觉在上海去医院好麻烦。谢智多心小苏的荧光哈。俺们这里园区只有上午的核酸，下午和晚上的核酸得去别的地儿，感觉去别的地儿的话排队要排很久。嘴说腿，腿说嘴，嘴说腿爱跑腿，这不是中国话里面的那段小小的绕口令吗？我们过几天要统一做核酸了吧？为什么？滑什么？嘴和腿我还是能讲明白的吧？你们不要太瞧不起我。在你们眼中我是有多差呀？啊？虽然我有时候一句话说不太明白，但是我还是认字儿，也有偶尔也不太认字儿。但是随便吧，就这样吧。不困。我几点播的？人呢，就是有一个准则，一定要问一下自己几点播，然后再决定我什么时候下播。9:12，哎呦，现在下播怎么样？现在32，刚刚好。是不是？等一下，9:12，现在10:30。那就等于只播了1个小时20分钟。32不是吉利的数字，但是它和12就刚刚好，就是说最后那个二统一了，就是1个小时20分钟。这样吧，我怕结束的太突然，让你们有一丝丝的不舍，好吗？然后我就决定42下播，浅浅的续个10分钟。晚上12点也是二，那不，你管我，你不懂我的准则。我不就不，明天考文综和英语，我的天啊，你们不是吧？这是高考的
高考的小伙伴们，请你们早点睡觉，不要向我学习。你看我现在这个疯癫的样子，就是没睡好的样子，知道吧？我这最后一口气了，我再不睡好，我有可能就要去精神病院。嗯，有可能精神出了问题。谢谢自助留名的气球小熊。就是说呢，要考试的学生们，大家快去睡觉，不要看直播了。我直播也没有什么有营养的东西，不值得你们明天要考试的人今天还在这里看，好吗？昨天想着让你早点下去休息，结果又是五点睡的。因为呢，就是说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，就是下播了，就这里搞搞，那里搞搞，这个房间溜达一下，那个房间溜达一下，然后这里看一眼，那里看一眼，再勉强在沙发上，这个沙发上瘫一会儿，那个沙发上瘫一会儿，然后自己去洗个漱，然后就到那个点了。我在这屋睡了，那青文去哪里睡啊？我不在这个屋睡，我在这个屋睡觉，我怕晚上菲菲冲过来又给我太吓人了。给我整蛊，我这，哎，别说了，这个蛊确实有可能给他整了一下，给我戳。他不是正蛊，他是给你歪蛊。本来长得好好一骨头，给你踹一脚，你也不知道他踹，就是一膝盖，一跪，也不知道给你跪到哪儿去了，也不用行如此大礼好吗？用膝盖跪我。嗯，我全是骨头，把我打晕了，扔在床上睡着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这打晕我得受多大的伤害啊？我这没有十天半个月都必定能养好吧？这能把我揍晕的话，你这有点过大分了。这一不小心没做好，伤筋动骨100天。我今天下播会直接睡吗？不一定哦，万一我看我自己长得有一点点小小的漂亮，想拍一个小漂亮的抖音呢，或者说万一我看自己长得有点小小的漂亮，想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呢，然后拍着拍着人就在这瘫着了，瘫着，然后就哎忘记睡觉这件事了，就去溜达一圈，想着哎回去卸个妆吧，好回去先在沙发上躺一会儿，躺到实在不行了，去卸个妆洗个澡，好家伙清醒了，玩会手机吧，然后哎那可不，你们不觉得我每次直播之后为什么半天不睡觉？有可能我就是想拍照片，但是如果我长就是说想拍照片，或者是想拍抖音，但是第一哎我没找到好想拍的抖音，好家伙就找抖音就在这找半天，因为找不到想拍的，真的就在这找半天，找着想说哎找不到抖音，那就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吧，刚拿着手机拍了两张，哇太丑了，拍不下去了，真的没有什么好拍的，就放弃了。这是我每天有妆的基本的常态，但是最后结果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。真的好麻烦，女人好麻烦的。我日子好充实啊，当然了好充实，充实的不能再不行再不行的了。只不过你们不知道吧。我这两天什么知识会抽，真的就会抽。
因为拍来拍去都是那几个长得一模一样的，我就不想拍了。我什么叫学会画饼啊？这就是我每天的日常操作。我在画什么饼？我只是没说而已。怎么就我说出来就是我画饼了呢？以后多说说，我不说。这是接头发了吗？戴了个假发片。睡眠是最好的美容，真的是。睡眠是最好的美容。我最近都变丑了，你们发现没？我没有我那段时间天天喝中药，精神好的时候漂亮的。亲吻找走了。变丑了，变丑了，没有之前漂亮了。解封了，要再配点中药不？目前情况下应该还是不太允许的，等情况允许了再去配中药吧。要不现在上海挂科好，不要，我认生。我没有怎么去过上海的医院，所以我就不想去上海的医院。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是不会特意出医院的。就像我之前在北京荨麻疹的时候，那确实是万不得已了，因为每天都在长，很难受，吃了药也不好，就天天跑北京的医院去开荨麻疹的药。好，不喜欢。多多休息一下吧，还有返场呢。什么返场？林森森林寒江，你在吃什么？给我掰口。下播确实会去找吃的。笑死了！谢谢见你就有好心情的夜蝶。几星？你们从哪里知道的？谢谢泡沫不再唱花火的高级马卡龙。官博发了，官博竟然发了，我还想说保密呢。真的是，你们不要想从我这个嘴里知道任何一点有用的信息，除非我想让你们知道。知道吧？你们不要从我不想不要不有不有用的。我知不知道，就是说我的任何，在我知道我任何的消息里面，我不想让你们知道，你们就不会知道，我也不会把任何消息透露给你们，除非我想让你们知道，就比如说哎，我说会了。好了，我要下播了，拜拜朋友们，谢谢今儿不瞌睡的皇冠。不行，今儿得瞌睡，今儿就得瞌睡，今儿得瞌睡，我就和这个瞌睡瞌死好吗？好，比心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我去，我先前面瘫一会儿，我现在有点动不了了。说实话，我这个后胯肘子，这真的很疼。好，拜拜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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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